La Seraphim 和 Seventeen 两团时常都会为对方宣传歌曲，不只是拍摄挑战影片，就连在打歌节目中 Seventeen 也会和同公司的师妹互动来为对方进行宣传。在近日 Seventeen 现身来帮助 The Seraphim 拍摄挑战影片，甚至还特意拍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，最后两团一起疯的画面简直超有爱呢。最后 La Seraphim 和 Seventeen 一起合跳了孙悟空的舞蹈，全员大跳男团舞的帅气模样更是直接让粉丝们陷入其中。